怀孕了。是不是我？是我的孩子。胃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本来不想这么仓促的，但是我等不及了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爱你。之前是我太迟钝了，没有早点发现自己的心意，以至于造成了那么多误会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保证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点伤害，我一辈子对你好。你真的不是为了补偿我？不是勉强，也不是补偿。现在终于明白了，爱情就像是今天的太阳雨一样，让人始料未及，无处躲避。陆离，回到我身边吧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特别是我那晚喝醉酒之后发生的事情，我真是个混蛋。这些你都记起来了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我早告诉你，你就会早点跟我在一起了吗？当然了，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陆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没关系，是我太心急了，你不用这么着急回答我。你都等了我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换我等你。从此不再有我的浪费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偏得绝对，越是需要的人，陆离，越是狼狈。谢谢你终于对我说了再见，在夜里一直反复想了几遍。记忆中那一个夏天，记录着我们的从前。张总，
陆离呢？他上班时间去医院看病了，害得我电脑坏了都没得用。哪家医院啊？肯定是离这最近的第一医院呀。哦。哎，你这孩子长得挺像个梨呀、啊，但你这样子完全不像啊，根本看不出来怀孕的样子。可能是我平时穿的比较宽松吧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梨这个把儿这块应该就是他的腿是吧？嗯。头围121。你怀孕了。是不是我？是我的孩子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所以你之前拒绝我。我再说一遍，是我的孩子。你的世界，陆离，我过来就是为了找你，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漠？如果是离婚的话可以，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奉陪了。感情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儿，我不需要别人替我的感情买单。这场婚姻本来就没什么对错，选择离开也是我自己的决定，你安心回去吧，去找你真正爱的人。重新介绍一下，她是我的新婚妻子陆离。先这么凑合一下吧。陆考拉，生日快乐。